们会唱他的歌吗？你们确定可以唱很大声吗？确定哦，我们唱到在后台的林俊杰都可以听到，然后让他忍不住要冲上台，可以吗？我们现在来唱一段哦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马上来欢迎 JJ。粉丝们说打声招呼。哇，现场的朋友们在上面，好多人啊。对，好。是，这边是不同的群众，你看到没有？这边的人可能不太看到背后，看到相机很多，很多不同款，有红色的、黑色的、有黄色，然后不同的。都是高科技产品。没错，现在来到可能签唱会、签名会的时候，很多朋友都会带这些产品跟着一起来。然后呢，就会证明说 JJ 这次来到马来西亚是多震撼呢？你看 Facebook 就懂了，你看到的上去都是 Facebook 林俊杰、林俊杰、林俊杰、林俊杰。是 JJ 就配合你的专辑，这些专辑学不会，来跟马来西亚的歌迷见面。是的。你刚刚在上一场的时候，其实有提到说，这是一张很透明的专辑。非常透明。怎么说透明呢？就是从音乐当中每首歌里面的其实。能够听得出我内心的很多话语，很直接的把所有的情感放在歌里面，包括歌词。OK， 所以我们通常说透明的东西呢，就是很容易碎的，啪，所以里面是很多啪的声音吗？都有吧，感觉像起起落落的，起起落落有汗也有，什么都有。对，很执着的去把心情唱出。是，然后这一张专辑其实有跟一些比较特别的人合作，你跟苏打绿的青松之前合作过吗？第一次合作。第一次合作。第一次合作。你跟他私下交情如何？其实我们私底下没有一起约出去，从来没有，都是只有在音乐上面合作过。然后我是因为之前在金曲奖，台湾的金曲奖上面唱了这首阿妹的那个调了。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个作词写的非常的细腻，所以想说。不存在的其实这首歌当中，因为它旋律也是比较细腻的，所以我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，希望清风来把歌曲当中有很多比较歇斯底里的那一面写到歌词里。你没有听过《不存在的情人》吗？好听吗？OK， 所以是你私底下去跟他邀那个歌词。对对对，我有邀请他，要不要可以一起合作吗？那下次有没有机会在苏打绿的专辑看到你的创作在里面？有可能啊。所以还是有继续联络。都有。他其实，在演唱会的时候，之前有邀过我去当嘉宾，可是那时候时间没有搭上。但是就是期待我们下一个一起合作的作品，绝对不是唯一的一次啊。OK， 那另外一个也是蛮特别的，朗朗。朗朗，对。那个很厉害，那个。朗朗，可能有些可能不听古典音乐的可能还不太熟悉。朗朗是。一位世界有名的钢琴家，对他在我心中是一个真的是音乐的很棒的一个榜样吧，因为他在全世界有名，然后把音乐传达到很多西方国家去。是什么激发你就是要跟他合作的？不是一下应该算是朋友，然后也你跟清风不是朋友，你跟朗朗是朋友，这还蛮特别的。没有，因为刚好比较有缘吧，我觉得跟朗朗就是有在很多场合碰过，然后就是有一天聊天，就是说要想要一起创作，是对，因为我之前是在一个慈善的晚会，标了他一堂课，那我用那个课的时间来写一首歌，来合作的一首新歌，所以你跟他合作的那首歌就是这样写出来的，就是一起应该算是一起聊出来的。这样也很怪，他要乐团才可以。没有，就是一开始有一个想法，希望可以有一个跨界的震撼的，之前没有人做过的一种合作。OK， 那这是一张非常值得大家去珍藏的专辑，除了跟很多的不同的领域的朋友合作，然后你也非常用心，就是自己的制作公司制作了整张专辑，然后你也是好像据说没有睡觉啊，然后每天都在忙。对对对对，专辑过程。
这个制作的过程其实还蛮辛苦的，因为之前的团队比较大，这个团队就是在唱片公司里面，整个制作部有很多人分担。那可是，在自己出来做制作公司的时候，一开始当然会比较辛苦，也需要很多东西必须要自己去定，很多东西必须要自己去过滤，做很多的决定，尤其是跟美国，就是西方国家那一块，就是时差，对，时差跟语言，我们需要自己去承担。语言 OK 吧？ OK， 对，时差的问题。对，时差的问题，就是要跟同时跟纽约，然后跟 LA 西东西都是要一起合作，然后在亚洲的时间，三个不同的时间。可是 OK 啊，你看你忙碌到现在之后呢，你那个还 keep 得很好，没有感觉上很累啊，或者是就是 OK 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是你帅。我自己一直相信我自己越来越帅。对对对。好，那其实刚刚你有听到歌迷就是现场唱了你的歌。那今天因为这场算是签名会吧，那不算是有 play 卡拉，然后你要大唱歌曲。不过你要不要就是回馈他们一下？回馈。是除了讲话之外，要唱一下歌。这样。轻唱就好，哼一哼，让大家过一过瘾，好不好？唱哪一首？学不会。像专辑的歌好，新专辑的歌好。好啊好啊好啊。